20年前，我给叶知秋算命，竟是天煞孤星的命格。父母宫为七杀，刑克父母，满门尽灭。夫妻宫为破军，挚爱之人死于非命。兄弟宫为贪狼，至交好友必遭牵累。是，他全家灭门，唯一人独活。深爱的女人横死，他将佩剑名为孤鸾，片刻不离，纵是一人一剑，为兄弟而战。你算不到叶知秋如今是帝王州盟主，也算不到总有一天这武林天下亦是他囊中之物。缘乱世不见刀兵，日月
月问我愁我情，四海也情，唯孤灯自觉乎你造红两襟，风雨过去排除双肩的心，谁应敌亡命。四盟盟主之中，叶知秋的武功最高，野心也最大。你怕他终有一日会查出你就是他的灭门仇人？那他尽管来找我报仇，妾身一力承担便是。想当年你为了公子羽着实杀了不少人。先生此言差矣，妾身杀人是妾身的事，与公子无干。他年四盟八荒与青龙会决战之日，妾身当与先生联手杀更多的人。明月如血，血中生花，好一个明月心。今夜一谈，多谢先生指点，先告辞了。天长地远，咱们后会有期。我也没算到，20年后再遇叶知秋时，他对我说的话。若真孤星照命，叶某会有以剑破之。